嗨，好的。这都是冲谁来的？这是。感谢，薛薛的有些羞涩啊。哎，这委婉一点嘛。您够直接的了。说良心话啊。啊。没有这么大能耐。哦。今天来这么些人，看谁来的呀？谁呀？看我师傅郭德纲。郭老师。对不对？人家是名人。哎。我们就是个人名。嗯，差远了。大伙也不认识。啊、嗯。像刚才的侯震侯老师。侯叔。名门之后，不错，对不对？嗯，你看侯宝林的孙子，哎，是，对不对？我们得叫叔。对，侯震为什么叫侯震呢？啊，因为他是在动物园出生的。你看，有的在车里出生的呢，叫车震。哦。猴叔那意思是他在猴山上车震出去。没有没有，你看，就是说都赶上这个字儿了。猴震、哦、还有那个在农田里出生的叫田震。这我可不知道啊。我听说的哦。听谁说的？未成年了。哎，您竟糟践这词儿。说实话啊，非常的激动啊，非常的高兴，来了这么多的人、哦、一会儿我师父就出台。哎，大伙儿出台呀。这给您表演，哎，站在舞台。对了，嗯，你看我师父一上来，好多的观众那都沸腾了，是吗？什么郭德纲老师，我爱你。哦，郭德纲老师，我要跟你生孩子，现在就行。哇，这么急切！真的，我师父一听这个，脸腾下就红了，一指那女观众，来后台。那。来后台干嘛呀？来后台好好教育教育你。哦，说说他。对，人家名气大嘛。啊，对不对？你看后台说一说，你看等着当着这么些人，怎么能说这个呢？是，发微信呢。对。哦，师傅天天摇一摇呢，是吧？人家忙啊。啊。忙。哦。郭德纲老师，嗯，都知道啊。像我们这个没人知道，不熟悉，没什么名气。啊，当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老话说的好坏都得知道台上这两位是谁。哎，您认识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啊，我叫张鹤伦。要拍就都拍，多揪心呢，整的。我说您这有点不要脸了。这咱名气小啊，到人家了啊。我。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这位是张鹤伦的搭档，我们两个人呢，从合作还好呢，已经很久很久了。我说就是long long ago。您也别说了，到我这儿都没名字呀，给我划过去了。你有人类的名字吗？多新鲜，我又不是动物。那您自个儿说，您不说一块儿介绍？我在舞台上不宣传淫秽的东西。我那名字是马赛克是吗？自个儿说。那您不说我说。怕什么呀？说。就是说。嗯，你说一试试。什么叫说一试试？你说大伙儿听听。那我就说了。说来。大家好，我叫。吓我一跳啊。吓谁一跳啊？您这是还真敢说是吗？我这刚要说。你看有好多观众，你一说人都上厕所了。我这太利尿了，我这个。啊，别说，小点声，小点声就小点声，该说得说呀。我说行不行？那您说，郎鹤炎是我，名气大，不敢呐。我是一种羡慕、嫉妒、恨的心理。您什么意思？真的，现在您各位上网百度一下，网上有视频、有图片，郎鹤炎。当然这两天可能扫黄屏蔽了。您先等会儿吧。怎么了？我什么视频扫黄的屏蔽了？不是漏点的。我哪儿漏点了？脑袋上没穿衣服。脑袋上没穿衣服就露点了。您这个头也矮，打一马赛克以为这是屁股呢。你们家说相声都拿大顶说的是吗？这是他们糟蹋您。别听他们的。是的啊，您名气大之极，不敢承认。有些时候在那剧场啊，有那个观众啊，哦，特意来捧他的。我到那个售票口，好家伙，今天有郎鹤炎吗？今天有没有郎鹤炎？
售票员都疯了，不是不是，怎么着？你跟个人似的，这叫什么话呀？不是，干嘛？我今天有没有蓝鹤炎？不是，你要几张票？我先问问有没有蓝鹤炎。不是，有蓝鹤炎。哦，那不要了。哎，跑掉。您等会儿吧。跑掉了。不是，有我演出不看，还跑掉，还嗷嗷跑掉了。回家叫人去了。叫人打我是怎么着？不是，人家不虐畜。哎，谁是畜生啊？什么叫打你啊？那不看叫人什么意思？把今天的票都买了。哦，包你。我最近身体不行。不是，这叫什么呀？包场。包场。哎，对对，所有的人包场点你。好，您这不一样吗？这是点您的节目啊，演出，让您唱一个，啊，跳一个，是说一个，嗯，拖一个，不，我不是，人家花钱了，不是你们口味太重了，我说，所以你看有那个爱吃猪头肉的，对，谁呀？这是捧你的观众，啊，捧我就让我拖，啊，真的说两句话。像我们这个名气就差点，是吗？在舞台上没有特点哦，人家这个特色鲜明。我呢，往这一站，他的特色不用我多说。您说说，他的特色就是特别色。对，我说视频怎么屏蔽了呢？对，特别的有特色。你想清楚再说。有您不会的吗？啊，有您不会的吗？可不敢呐。德云社当中，我师父啊，最宠幸的就是他。好，我说您先等会儿吧。怎么？这不叫宠幸吗？这叫什么呀？宠爱。差不多啊。差远了。啊？这一个费心，一个费力呀，啊。把我师父没少费心。哎。对您来说，呕心沥血，嗯。可以这么说了。重点培养对象。是是。蓝鹤炎，这就是凌晨两三点钟的太阳。对。已经在。我连个亮都没有啊。怎么呢？两三点钟的太阳就冉冉升起呀，啊，八九点了，凌晨八九点，别凌晨了，早晨。早晨行吗？早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嗯，充满了沼气。沼气，沼气蓬勃嘛，哦，沼气蓬勃再把我炸死。您说招什么？招骚啊，朝气蓬勃。您这什么字眼儿啊？这是你别老抠我字眼儿。不是我多怎抠您字眼儿了？你别老抠我字眼儿，知道吗？我看着都恶心，是。真是太恶心了，说的。谁呀？啊？就说咱这个口齿啊，知识面啊，都很差哦，跟人家没法比啊。这个来说，大学毕业，嗨，有文化，不敢。咱说梁，像我这样的啊，小时候也梦想过。是吗？考清华还是考北大呢？学的不错呀。后来考清华是差了620分。对，您差620分？怎么了？那年清华也未必620分啊。就说咱没考上行吗？啊，那没考上，没考上，文化低，嗯，跟人没法比啊。现在你像我师父来说，郭老师打小就看书。哎呦，那时候你说为什么现在相声有这么好的基础啊？为什么？看书学习，对不对？评书，哦，唱戏，什么不会啊？都学。但是我师父的梦想是打篮球。您冷笑话吧？怎么叫冷笑话啊？师父打篮球？对啊，这怎么会？控球后卫，组织核心，拿手的技能是穿裆带球。哎，你逮不着他！哎，姚明都蒙圈。哦，这就找不着。对了，哦，这真是往上一来，我就顶死你。我说师傅脑袋上怎么有一桃心呢？不是，你那意思是？铁杵磨成针呐！我说今天是你告别演出啊。那师傅就宠幸你了。师傅主要是费力啊。我身体不行。加油哦。
人家现在是名人了啊，咱们能不能糟蹋人家的身体，对啊，糟蹋人家的名誉都不行，对不对？于谦老师，于老师，于谦老师，人家的梦想也很伟大，是当年的梦想是去秦国，对。哦，于老师打小就想穿越呀，去秦国就是出产人妖那个地方，对。秦国啊，对呀，泰国，好神奇哟、哦。哎呀哈！我怎么不知道啊？泰国出产人妖，对，后来他一直没有当成特产，很失望。啊，于老师属于人妖未遂。当然了，你像后台来说吧，啊，你看人家都是长辈，像我们这帮孩子就不行了。是啊，自己得慢慢努力，慢慢学习，加油。每个人都得有一个不同的爱好，嗯，在让自己发光发热。是，老话说，是金子早晚会发光的。对，所以你败家子儿，怎么了？那叫发光，对了，发光发热。嗯，像我现在各位啊，我可能不是很有名气，您呢，对不对？哦，但是我觉得很有名气，您呢，对不对？哦，但是我觉得不久的将来吧，啊，慢慢的努力，是，尤其跟着郎老师，您客气。他说实话，认识他之前我的世界都是黑白的，哟，真的，认识他之后就全他妈黑了。你眼瞎心也瞎上了。对我帮助很大，我帮助您了吗？您就是一颗启明的流星，对，流星啊，就这么我前进的航程啊，好，就这么一会儿功夫是吧？感谢您，哎呦，您客气，帮助我，嗯，后台跟你说，捧哏当中人家得算一号，哎，不敢，这在德云社算是首屈中指的演员，您那是骂我呢？怎么就骂你了？什么叫首屈中指？夸您的能耐，夸人那得是首屈一指，这个，这能是您吗？那谁呀？这是我师父郭德纲，哦，咱师父，对不对？相声界的巨人，哎，哎，你给咱师父留点尊严吧，我说，相声不是德云社的扛把子，扛把子，总头目。大哥，我说首脑，您行了行了，说的咱们跟黑社会似的，不是德云社团，对，不是啊，我们是德云社，没有团，德云社团队嘛，哎，团人家得排头一个吧，啊，这不能是您吧？不是我，第二个谁呀？于谦，于老师，啊，于老师，捧哏大家，哎，是，对不对？哎，第三个就是您了，首屈中指的演员。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呢？要论能力啊，您是我两倍。不要谦虚，您是我四倍是吧？干嘛？你要变螃蟹是吗？能耐在这摆着呢。啊，我谢谢您了。慢慢品，大伙啊，像不像？你看看我们这个吧，平常的在家，咱说两话也就看看书。嗯，我师傅平常也总教我啊，知道吗？在台上，不要说那些三俗的东西。一定要把这些黄色的东西剔除掉，嗯，加入一些更黄的，啊，加入一些不黄的，更好的，来满足观众的重口味。谁重口味？大众口味嘛。哎，一定把大字带上。我说师傅，师傅，对不起，你知道你要哪儿不对的，您就训我，您看我师傅坐在桌子上训我。听话知道吗？不听话我就抽你，知道吗？训人还不忘抢篮板啊！那哎呦，谨遵教诲哦。所以在台上，我一般不说那些三俗的。哪儿听出来三俗了？大姐，你慧眼呐！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就我这模样还强点儿。嗯，他这模样，各位，我们两个一块来的剧场，大门口遇见一变态狂。端着碗硫酸，逮谁泼谁。跟这位老师走一对脸，指着硫酸刚要泼，我这泼过了。我这是泼过了。就你那模样，女娲都不承认你是他捏出来的。我连人都不是。咱说
长下来是这么回事啊。毕竟啊，德云社很少有一个帅哥美女，着实不多，对不对？而我呢，这方面不指的是长相，我就用语言把大伙逗乐，说话他们的时候身体来取悦各位，不是、啊？咱们一样，不是跳舞什么的吗？啊，跳舞。对，虽然他没有腰，但是大伙就喜欢这种残缺的美。残缺的人还喜欢，人家能耐大会的多呀！啊，咱平常在家也学习努力，对，那四大名著咱也瞧。是啊，那哪个叫《西游记》？哦，哪个叫唐僧？哦，什么叫八戒？八戒别拍我啊！对不对？当中有一个很经典的桥段，什么呀？各位说一说，比方说唐僧啊，带着那个猪，没完了，这唐僧带着猴。哎，跟猪甩都得甩到我这儿了。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女儿国。哦，国王看上唐僧了。对的。啊，留下唐僧哥哥，留下来好吗？唐僧那是得道高僧，阿弥陀佛，佛祖会知道的。您这会儿想起佛祖玉帝哥哥留下来的，还唱了一首歌吗？什么歌？深情款款的女儿情。来呀，李金金啊，来一个吧。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多美不美？留下来吧，就一宿。太直接了。阿弥陀佛，那就来吧。您这是唐僧啊？我这是八戒。这都哪儿看的？这是我这是未删减版的。但是把种子给我了。什么叫种子？我未成年了。好神奇哟、哦！我都取笑人家这啊。这咱都看过哦，这书里边都写着呢。嗯，当然大伙有的人也不喜欢看电视啊，看电影啊也好啊，电影精彩至极啊，到影院，对不对？现在电影院有的是三 D 的，嗯，我觉得三 D 的就是比二哥的好。其实六舅嘛，这岁数还四姨父呢，还五叔呢，还你大爷呢。说着骂街了，哪有五叔啊？哪有二哥？有三弟就有二哥吗？三弟是三维立体的。我没看过那个啊，我喜欢看国产的也行吧。我让子弹飞啊，失恋三十三天，好人渣树之恋，您您主演的是吧？你演人渣，你演那树啊？咱俩就别练了。你们都买票了，不是我这一表人才，我怎么演人渣？前面那位，来来来，好了，活脱一本色演出，闹着没事，低点就行。名电影了，《山楂树》。山楂树之恋，哎，我不喜欢，我喜欢看那个单纯一点。我看那个动画片。三号。哦，其实我也不知道，四年三号，您得过一个。啊，是。要稍微外加点，加点要求。小时候我就看哦，蓝精灵个头不高，嗯，一共十七个啊，跟白雪公主的爱情故事。您先，您等一等，蓝精灵跟白雪公主是吗？那是跟格格巫。蓝精灵跟格格巫的爱情故事，爱情在森林里展开吗？森林里展开的爱情故事，彼此斗争，那是战斗。这是什么呀？尔等不休的。尔等不迷糊，尔等知道个屁。就说着说着就不会说了。蓝精灵个个身怀绝技啊，是吧？有能吐水的，有能吐火的，有能隐身。老七对脸脑袋上一宝葫芦，拿下葫芦来，打开这三儿，对准格格巫，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格格巫吓坏了，拔出宝剑来，我是新人。一道金光招呼出来五个兄弟，个个背着黄金圣衣，嘴里喊着口号：“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们！”这时候来了一个黑猫城管，拔出手枪照着天空，啪啪
写的是掌声响起。你今天两个人各赚二十个啊，加开一次。都是我的同学，但是你们都看过，您这太好了。谢谢，给您个建议吧。您说，以后咱看正版的。我这有一点盗版吗？这动画片盗版的您都看碎了。证明我有童年，童年就盗版中成长。你有童年吗？我也有。你生下来就三十了。我娘胎里带二十多点动作，生下来是一个肉熟，啪一刀劈开了，他俩徒手接白刃，我对你教这个孩儿，要不然我拿宝塔收了你。我爸是托塔李天王似的，后来给你起个名字叫纳托，纳托纳托闹海，哪吒，好神奇呀、啊！看盗版的了啊？咱都看过呀。啊，是。这是当时动画片儿，大伙一提这个，觉得我有点这个说小孩了，不太成熟。完事。确实有些人觉得不太喜欢这个啊，我这觉得有点那幼稚了。这人这不了这。我怎么了？富二代。可不敢这么。像这动画片人从来不看 啊，人家是富二代，我跟你说，因为我是富一代。别玩了。我二代，您一代，什么意思？照说您是指着上辈的钱，哎，那我是不行。您呢？靠自己，哦，用自己的双手解决当下的问题。怎么了又？您再说一遍。用自己的双手解决当下的问题。不是，这有错吗？哎，比方说您活在当下有什么感受？没有您努力，当下的眼前的意思。哎，您说眼前的什么？现在的生活呀，是不要稍微转一点点就听不到吗？您不要以为当下很转，不要老抠我字眼儿。打今儿再也不怕我，打今儿再也不怕我。真是，咱就说我跟人差得远，富二代。武昌的夜店去玩去，酒吧、夜店啊，北京著名夜店 Seven Eleven。您先出来吧，人家平摊，您出来吧，那就行了。还有大师呢，那个。后面有人在抢着打折，我是饿了才去那的。怎么了 ？Seven Eleven 这是24小时超市，不叫夜店，是不是夜里开的店？嗯，很乖巧。那照您这么说，太平间还是旗舰店？应该得回家。回家干嘛？等你看门呢。没有那事儿，夜店是酒吧。我没去过呀。啊，跟您这专业比不了。我也不准。人家这个有钱啊，开那好车，叫什么法拉夏利。法拉夏利。法拉夏利吗？没有，法拉利。法拉利就有一马。对，上面写着千里马。千里马干嘛？马标识是立着，立着成马自大。我开着法拉夏利，开上好车，嗯，到门口，好家伙，一捏刹车下来之后，捏刹车呀！我说是法拉夏利，法拉利跑车踩刹车，法拉利要踩吗？对呀，还我没有开过耶。没开过，别瞎说。一踩刹车吧，按下来之后，拿铁链子把车锁好了。还是自行的是？得锁什么？中控锁。不是锁好丢吗？钥匙链。往里边一走，嗯，好家伙，到里边身份带着呢。怎么？哎，服务员都过来，哦，人没到，味儿先到。我都臭成什么样了？香水儿。什么？香水儿。香水儿。对，他那个叫香奈，香奈儿，必须扣扣你的字眼儿。不是，你是北京人吗？多新鲜的！那北京人有把儿化音读出来的吗？什么儿化音？北京人，比方说，北京人说看这儿，有说看这儿。没这么说的呀。是没这么说的。哎，你们老北京。什么北
劲儿，您多大罩杯啊？哪儿的事儿去呀？这个儿跟耳是两回事儿。不知道的，别瞎说。那香奈，香奈儿来就行。嗯，往里边一走，服务员都过来，一张嘴别人都傻了。点酒吗？嗯，你要年份啊？对，服务员啊，来一瓶82年的。嘿，来一瓶82年的燕京。啤酒啊，快点，我渴了。您先等等，82年的啤酒打开都骚气了。82年什么？红酒、洋酒。对，反正那个酒啊，啊，特别的贵。嗯，什么什么至尊玛伊丽。对，我可不敢喝，那文章不得弄死我。还有文章的事儿，至尊玛伊丽。这是什么呀？那字念一嘛？念什么？爹。我没听见，你们给搅和了。至尊什么力？我不玩了。你们串通好的。别闹！哎，我刚刚的就。你看。那对对，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也就是他的爷爷奶奶，所以、哎、哪儿的事儿是？至尊什么呀？至尊玛伊丽，反正这酒挺贵的，哎，喝那叫塔 a 拉，龙舌兰，往里边兑雪碧，兑绿茶，是，人家不兑这个，我拿走，太烈了，兑二锅头，塔 a 拉兑二锅头，就要一种自焚的感觉，啊。挂一个柠檬片拿走，点缀换榴莲，多味儿啊！带壳的，这全是尖儿。来一个榴莲圈挂背上，啊，端起来，哪位与我同归于尽？我上那玩命去了。那我先走一步了。自杀您还谦让什么呀？就这样，那些个少女们才喜欢呢。是吗？那里边的女的，你看都是很狂野的哦。对，玩的有心跳。你看那里边女的染那个头型都五颜六色。是吗？你都没见过什么色？就黑色。对，我是瞎子是吗？你不光头做化疗呢吗？对，光头也不做化疗啊。黑色的各种颜色都有啊，五颜六色。戴那个什么什么耳钉，啊，那在闪闪发光。眉钉哦，鼻钉。哎呦，唇钉，呵，舌钉，哎，牙钉，哇，行，您等会儿吧，这姑娘脸是城门是吗？什么叫城门啊？9981颗钉，哪儿啊？全是钉啊！不是，人家闪闪旺要这个气质啊！哦，这个感觉，野性就在这儿呢，豪放。这儿还有一颗什么呀？前列腺钉。大姑娘有前列腺吗？这叫什么呀？奇钉。奇钉，嗯，不知道，反正就怕遇见磁铁，啊，遇见磁铁当就贴上。好，这坐地铁都安检过不去。对，所以开着法拉夏利来。啊、哦，这么回事儿啊？那不在玩儿就穿那个叫什么？这抹胸啊？哎，对对对对，这勒一鞋带。对，抹胸不是鞋带啊？不有一带吗？您说那叫吊带？吊带，吊带吊上边。对，吊这儿，这儿没有。对，没有啊，没有鞋带这儿。你早晚死这嘴上，知道吗？来一块布啊，下面穿着一分裤。对，一分裤，啊、好家伙，系着裤腰带就出来了。这个不是叫什么骑定小短裙儿？骑定小短裙儿、啊，怎么着也得是一步裙儿。一步裙主要是为了下面的黑丝。哦，渔网袜。嚯，好家大渔网，好腿毛一根一根啊，迎风飘摆，呜。哎呀，让人有一种想死的感觉。打今儿起没人吃山药了。人家这玩的就是心跳，嗯，太牙碜。到舞池里边跳舞，哦，对不对？跳舞那都是现代的节奏，是叫什么 B-box？ 啊，对对对，对不对？对 ，B-box， 来段 B-box。对 ，B-box 都是什么口、啊、讲究口技，什么什么。待会儿给你一瓶82年的燕京、啊、玩的这个呀，哦，里边的节奏那就是都没有什么这悠扬的音乐没有 啊是都现代这种，哎呦呦呦
哟，来点咖喱味儿的牙膏，是韭菜味儿的香水，光天化日咱俩就大马路上亲嘴，下了大雨一块淋，咱也不用跑，大不了回家他妈一块冲个澡，都是老夫老妻，咱之间还用见外，没事接茬冲口风，咱反正见怪不怪，润润我的嗓子，喝瓶百事的可乐，打动你的心灵的必须百事情歌，看我把这黑色音乐做了五彩缤纷，看我把对你的爱做到返璞归真，无拘无束自由是我歌里的成分，看看多少人就羡慕嫉妒恨，俩二百五在一块就没有什么苦闷，哪怕一块坐牢一块掏大粪，要要切看到。B-box 真行，你把法拉夏利开回去了。都这音乐啊，劲歌，对吧？现在不就流行这个吗？这腾死大死，腾死大死，对不对？啊、比方说，你听那个手机里放那个音乐，什么音乐？说什么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遥远的边疆，随我去远方。自由飞翔，远方你怎么看？大人真神人也。行，淹了吧。对，什么叫淹了？不是，这随我去远方吗？去远方不是，那是去远方。去远方，词儿放在一边，词儿好，节奏好，放什么词儿都行。不能够，不能够啊！人原词儿就得配原曲，随便来点词儿啊，往这一套正合适，能行吗？咱远不说啊，就拿那个《床前明月光》来讲，《唐诗敬业司》啊，正合适，可以吗？对了，您来一个，哎，比方说正来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哦，您这行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哦，裤衩着火，当然了。裤衩着火，当然了。俏皮话。哎呀，得亏师傅没跟你打篮球啊。那他就没有桃心了，是师傅就火眼金睛了啊！您这也就是蒙上了，这不叫蒙啊，也就这一首，这叫能耐，都能行吗？对了，我再来一个，说一个，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啊皆辛苦。行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哦，裤衩着火又燃了。哇，您这里存货不少啊，那我还得出题。我听着呢。咏鹅。鹅鹅鹅鹅鹅，去想想定格，白毛浮绿水，红掌啊不惊波。那难不住您了。没有，当然已经是咱没了。那我还得出。我听着。早发白帝城。朝辞白，朝辞白，我给你浇灭了吧？能吗？能吗？燃一个让你听听。我听听。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辽远上的不住，轻舟已过啊万重山。别唱了。首先，请您欣赏相声学歌曲，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啊，谢谢大伙儿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您说这话不亏心呐？是说良心话啊啊！咱们也知道什么？今天啊是开场演出，对，也开箱演出，都开在一块儿。我们这头一个是好多朋友啊，正在往剧场里边走，都赶呢，正在进剧场找座位。嗯、是是，没有关系啊。头一场演出啊，就是给大伙儿一个熟悉剧场的过程。哦，对不对？你看看周边都是谁呀、啊嗯？有没有美女？有没有帅哥？啊，一会儿留个微信等等。你怎么管这么多呢？到我们演出了，哎，观众呢可能对我们有那么一奶奶的了解。这一奶奶是什么量词啊？这就是说，那么不是名气很大哦。知，哈，你看，你大老爷们干嘛叫你小娟儿呢？是因为你烫头了是怎么了？别闹啊！就是人家这刚才那位大哥，你看喊大黄，你听到没有？
大黄是一个狗的名字。嗯，护食啊。小白也是一个狗的名字。跑这点名来了是不是？两句话没说呢啊。嗯，不要闹了啊。是，对我们还是有一点了解的，知道一点。外号小白、大黄，还有我们俩，其实也有人类的名字。对啊，多新鲜呢。自己说吧。不，这您不介绍一下吗？我在台上不能宣传淫秽的东西。我这名字怎么就犯忌讳了呢？这自己说，自己敢说吗？没什么不敢的，您不说我说。大家好，我叫。闭嘴！吓一跳！我的天！你吓我一跳！小心脏扑扑扑的。好，怎么不跳死你呢？这个真要说吗？必须介绍吗？观众还没坐稳呢。没关系呀，那也得说一说。说一说。说吧。大家好，我叫郎鹤炎，谢谢。谢谢。这有鼓掌啊！有知道我的。哎呦，这有那不嫌脏的，你看，这叫什么话？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是老话。现在郎鹤炎老师也真是特别的火。没有啊，我都沾人家的光。您客气了。真的，就说实话，可能大伙不对我还是不太了解啊。您也介绍一下。但是也得简单说一说。好，我叫张鹤伦，德云社的名校。哎，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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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停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您有意思吗？您让大伙儿别听，观众是捧啊，咱说两话，捧的是德云社，没错，捧的是我师父郭德纲，对了，于谦老师，哎，对不对？一会儿人两位就上来，是，对不对？慢慢来，好，大哥坐的那么靠后啊，啊，因为前面的票不好买，比较紧俏，确实，现在德云社票确实紧张，嗯，啊，一开票就没了，对，黄牛又买走了不少，咱也不提他这事，确实我们也控制不了这些事情，对对，但是人家来捧了就是捧我们来的，我们感谢，一直我都说观众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没错，也就是他的爷爷奶奶，太对了，这种不对不对，啊，到我这儿我别错两辈啊，都是咱的亲人啊，那不假，对不对？嗯，面对亲人咱们就实打实的，怎么没有虚的假的啊？啊，长得说凉话我们不占便宜，我们靠的是能耐吃饭，看本事吧，对不对？有些朋友觉得，我觉得长得也是蛮不错的嘛，啊，怎么这是眼病刚治好是吗？怎么说人家呢？啊，我说人家没有擦亮眼睛看，这是说凉话啊！咱长得确实不如人家小鲜肉，那是。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小鲜肉啊，是是，对不对？你看，你是说喜欢张云雷，对不对？哦、我听成站着勒了，啊、我这是。啊，郭麒麟啊，琳琳 啊，还有那个孟鹤堂啊，堂堂啊，啊，你看，听，还有岳云鹏。岳云鹏那是前两年特别火的演员，关键也不知道谁醉了。对，确实火，嗯，都是我们的前辈啊，哈，向人家学习啊，嗯，我师哥呀、啊，表演的多好，让人五环之歌你记得住啊，啊，唱的也好。张云雷的《探清水河》更好听了，我遍了大江南北，不错，谁都会唱，嗯，对不对？还有那个什么的淑珍，对不对？听见了吗？哦、那字念玉芬儿，不是啊，玉汁儿，玉汁儿，嗯，玉什么？玉汁儿，嗯，你头会被薅没的这样，那让各位费心了。叫什么？玉珍，对不对？啊、玉珍对我说：“记得长大回北京，我二姨、三姨、奶奶在哪里？”原来这首歌是个坑，是吧？我刚才听遥远的那一方喊了一个什么退票，吓我一跳啊！那是喊的这个吗？咱确实唱的不如人家，嗯，人家唱的真好，哎，对不对？德云社来说良心话，多数都以传统为主，那不错。你看我师父来说，郭老师，你让他唱歌完了，不是干嘛这么不屑一顾的呀？他一唱歌就是戏味的，真的假的呀？当然，我师父一唱歌都是那么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这郭老师这花心是评剧，人还鼓掌呢，这一点都不像啊！这个，
今天是开箱，别弄成咱俩的封箱。不是，就说学人家，那不要学这个，能耐在这儿呢。我头发都长出来了，现在。我师傅唱歌就是戏味的啊啊，好多歌唱。于大爷老于大爷，于老师。对了，于大爷唱歌就是于大爷爱唱歌，是吧？对，摇滚啊。哎，对，对吧？人说血液里都带着摇滚的节奏，这个我们管这个叫心律不齐。是，没听说过，全都蹦出来了是吗？好唱，于大爷唱歌带捧哏啊。对，自己唱自己捧。对了，那怎么唱啊？我要从南走到北，迷路了，还要从白走到黑，还没找着。我要让人们都看见我，怎么着？不知道我是谁，不出名。这于老师还挺俏皮啊，于大爷，对不对？哦，还有就是什么着唱歌来说，来怎么样？这精英也很多，后边很多，他们主要唱戏。啊，是，哎，各种的戏曲拿手，嗯，我师父京平帮曲没有不会的，您听听，样样精通，是太平歌词啊，本门的唱啊，说学逗唱的唱，跟我师父学了很多。您呢？对，要说唱得先说太平歌词。好啊，来两句，大伙听一听。您也会唱？有些人不爱听太平歌词，为什么呀？啊，一上句一下句来回叨叨的唱，形式简单。对了，嗯，唱多了觉得没意思。哦，听，乍一听啊，可能听不进去啊。但是别着急哦，听了20分钟之后，嗯，您再想出去抽烟上厕所不能了啊，喜欢了，气死了，对，别介呀，没这么大气性啊，听一听，人家爱听了才是呢。来一段太平歌词，我们听听，唱到什么呢？什么呀？叫小帆的是太平歌词吗？啊，白蛇传，白蛇传，单刀会，单刀会啊，这么着吧。啊，骷髅派，好，那我给大伙儿唱一个《劝人方》。对，啊，那孩子真倔强，你看没？天为宝盖，地为池，人生世上浑水的鱼，父母养儿育帅子，子孝孙贤水养鱼，人生在世非容易，那气化清风肉化泥，龙游浅水是朝夕下戏，那葫芦平阳是被犬欺，得了志的狸猫换四个虎，落了魄的凤凰就不如鸡，我一言唱不尽这劝人方，一个小段了，我是愿诸位那居家欢乐是受于天齐。你最好别撩大块儿，我老怕你这样。是，唱完了不得感谢观众吗？哎，答谢一下，大伙儿也报以礼貌性的掌声。是，说实话，唱多了，我知道大伙儿也不爱听。哦，这都是比较偏于传统的了。啊，再有就是京剧啊，是评剧啊，啊，地方戏曲啊，哈，小曲小调，我们都在学，都得会点。对了，那我师父总唱的有一段叫《休喜红》啊。哦，这是小唱儿，对不对？就是一个寡妇想爷们儿的故事。啊。您不用解释这个，来两句啊，听听有没有那个韵味。我师父唱的好啊，嗯，因为我师父能了解寡妇那种心态。对对对，不是，人家就揣摩的好啊，这就别揣摩了，就对，天天揣摩。哎，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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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理解不了，因为离得远啊。那个压根儿也别往前走。往外迎，往外迎。满腹凄凉，草木凋零，血已阑干，泪珠儿倾。一阵清风过，落叶满中庭啊，思想起郎君一去老没有回城，在外漂流。还别说，你揣摩的也不错。
不行，我师傅比较透彻。哎，可以了，可以了。我师傅比较走心。我夸你呢是吗？咱就不行，咱们擅长什么呀？什么？唱歌。流行歌曲。对了，哦，因为年龄在这儿呢。年龄。少男少女谁不喜欢听歌啊？这倒是。尤其作为我们这些九零后的孩子，你听，对于流行歌曲，谁鱼的？再鱼一声。怎么人还多了的，啊，您这不是叫挑衅吗？九零后确实好像有点不太像是吧，本来就是，你说你这模样九零后，一八九零后谁说的啊？谁说的？来来来，大姐你上来。那是大姐吗？ 你上来。不去。怎么人我就跟他一个人较劲，干什么呀干什么呀？我跟你说，我这人脾气也不好，动一下我就死台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打算活着回去，就这是一个冤家脱生的，是怎么了？这我这脾气应该有人了解，真的，曾经也是打打杀杀这么个岁月过来的。哎呦，我枪呢？不是您这什么演员啊，还带着武器上台呀，啊？这是？算了啊，算了啊。啊，跟你说，那天就有那么十个人在门口堵着郎鹤源，这顿暴揍。都打我。对呀，啊，好家伙，又耍流氓，让人逮住了，是不是？谁呀，啊？让我赶上了。嗯，过去给他解决一半。怎么解决的？五个人打他，五个人打我。你，嗨，脾气在这儿呢。合着您是解决挨揍啊？我不能帮你打他吗？还不能帮你分担一点吗？早知道你先出去，十个人都打你，你知道吗？不能，不能。怎么就不能啊？头发怎么没的？心里没数吗？是都薅我的，烫你脑袋上了，那是。我跟你说，但是这直发就是这么来的，您知道吗？但我一直说郎鹤炎，反正我那意思啊，嗯，他是我的捧哏，是我的搭档，嗯，不许任何人诋毁他、欺负他，哪怕动他一根头发都不行。我就挠你这最后一句，我跟你说吧，我能长出一根来就不易啊！我这就是说，咱哥俩不得一条心吗？是一条心的。刚才他们起哄，你不得向着我吗？我这不挺帮着他们的吗？怎么？你为什么帮着他们呢？我帮着他们是告诉你，你说的话不对。哪句不对？九零后不对。行行行，八零后的。哎，因为八零后还与我本命年，我穿着红裤衩呢，我怕什么呀？不要，人家你这那位产加钱呢，你说个数啊。我没想到这看个本命年还加什么钱呢，这是生气你知道吗？哎，您家也不要跟人家较劲啊，这八五年的。对对对。那么八五年是本命年，那我也想看看。不要闹了好不好？不要闹了好不好？不是，你看什么？你哪天没看啊？我们两个天天最近在一块弄那个喜剧人啊，天天在一块儿那换成大褂演出啊。你就没听明白，这八五年不是本命年，明白吗，宝贝儿？怎么算的账啊？这是？无所谓，心态。可他们都会这词儿了，对不对？开心就好吧。是是是，开心就好。嗯，八五真是1985年的。这对对。1985年的怎么还有人那样的声音呢？没有没有声音。1985年。行了行了行了，你可以了可以了，行，别较劲了好不好？踏踏实实的。那美女，你听我说一句，她确实是1985年的。对呀，啊。啊，因为什么呢？我干的事儿我知道。哎，你知道吧？当时我就。干嘛呀？我歇死，你知道吗？不是，你听我说完。什么叫你干的事儿？你给我说清楚了。你听我说完。咱们来德云社填履历。对，张鹤伦1985年出生，这个字儿是不是我写的？这事儿是不是我干的？你以为呢？就是他干的。哎，干得漂亮，好不好？吓我一跳。你这么说话很难长寿的。我这不是替你打着圆场吗？这不是用你打吗？我没说完呢，就把我推出去了。反正就是1985年的，哎，长得略显做旧了一点。对，做没有关系。你是古董啊，你还做旧一下啊？没有关系，现在人呢，你看人都喜欢小鲜肉，嗯，我们这种算是老腊肉了。对，没有办法，上岁数了。对了，但是也经历过那些呀，流行音乐我们也经历过呀。我们也有爱听的呀。对呀，啊，当年我们的年代听的谁呀？你都听谁了？小虎队啊。啊，现在可能听的是 TFBOYS。
啊，三个小帅哥。我们那时候小虎队，小帅虎、霹雳虎、嗷嗷虎，对，三个人驰骋。不是，咱听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我们那里边没有嗷嗷虎。不是，小帅虎、霹雳虎、贼拉虎。贼拉虎也没有。小帅虎、霹雳虎、特别虎。到底是哪三个虎呢？就是特别虎、贼拉虎、嗷嗷虎。您是说你是东北小虎队是吧？东北虎组合，没听说过。小帅虎、霹雳虎、乖乖虎，啊，谁不知道啊？嗯，那个年代的都知道。是代表作《爱》。对，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放点孜然辣椒面烤一烤，是吧？好嘛，那还是东北虎烤串组合。后来的四大天王，哎，对，那更好了，对不对？魔力星、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胡说八道，驰骋天，可以了。您说那是庙里那看门那四个，这边俩那边俩，说的什么？说的是唱歌的，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真知道。唱的歌都知道吧？好多歌呢。他们唱的歌啊，比较经典的什么呀？人去撒马心里呀，没伴心里撒马。您这不还是庙里的吗？说怎么了？怎么谁烧香把你落下了是吧？上一边去啊！我揍你啊！怎么了这是啊？脾气不太好。这脾气不太好，说歌手对不对？咱说人唱的是歌曲，对不对？那个黎明，黎明代表作什么？今夜你会不会来？不去。我也不去。那你问我？那歌叫《今夜你会不会来》。嗨，我以为这个暗号呢。有当着2000多人说暗号的吗？这个。还有那个郭富城啊，郭富城对不对？对你爱不完。对，对你爱。爱爱不完，对，那会儿那标准动作嘛，那是。对，爱爱，对呀，啊，跳舞嘛。对对对。啊，还有那个刘德华。刘德华。刘德华代表作太多了，好多歌呢，对不对？还有你，比方说很多的经典，什么《金玉木鱼》啊，对。远方的山边有一朵白云。白云的深处留着一条小溪。哇！有会这个吗？我还可以，你唱的不错啊。当然了，最熟悉的还是张学友，那是歌神呢。对了，一首《吻别》，国外都翻唱他这首歌。哎，对，国外 ，Michael Let's Talk 嘛，是吧？对呀，啊，这就他翻唱了。不，等一下，等会儿，等会儿，你犹豫了。我多的犹豫，你犹豫什么乐队 ？Match me out， 对不对？什么就绕他 ？Match me out， 什么 ？My 个不知道他，你查查字典去，不知道他。不是 Take me to your heart 吗 ？Take me to your heart， 对 ，Take me to your heart，Take me to your soul，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他这还有字母呢。Show me what love is, heaven get 个妞。哎呀哈 ！Show me what wonders can be, so。你还敢唱啊你？后面可能我就不会了。还后面不会了，前面的也不对呀。不是中文这么经典，为什么要唱英文啊？就是你唱中文的呀。中文的经典之极啊！嗯，中文，但中文《吻别》这么经典，现在谁的手机里还有这首歌啊？你只能说不多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还不够经典。那怎么着呢？应该添入一些更经典的元素在里边，将这首歌打造成一永恒的经典。怎么还有更经典的？你看唐诗啊，哎，300首，你说到现在，小孩都在学呀。贺罗，贺罗，别，唐诗跟歌曲不能搁在一块，搁在一块可以的。那没法唱，一个是背诵的，一个是传唱的，怎么的？我就行啊。你又行了，你看看。那你行，你来唱，我们听听，撩起耳朵听着啊！我撩起，凭什么呀？合着我本命年这是？不许美化自己啊！对，那我还不容易了呢，是吧？那朝辞白帝彩云间，万里江陵竟然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了万重山。盐吃多了，这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这个夜半钟声到客船。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鹅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商女不知亡国的恨，隔江犹唱双截棍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的辛苦。你也投一三分，我怎么样？这还唱的还真不错。当然了，啊、当然了，裤衩着火，当然了。咱这本命年过不去了，是吧？人家这俏皮话吧，裤衩着火，当然了。能耐在这摆着呢。啊、是是是，你要说提新歌咱不行，老歌咱都可以、啊。老歌你可以，我也行。你行什么呀你？你怎么了？上炕都上不去，你还行？这跟那两码事儿。我跟你说吧，你要不相信我，咱今儿在这儿来一回。来什么呀？咱来一歌曲接龙。看看我老哥的能力。哎呦，我的老哥！哎呀，怎么着，兄弟？哎哎，这不叫当场 PK 吗？啊，就是 PK 一下，较量一下。我跟你说，今天的结果、怎么样？你死就是你亡。我，哎，就没过十五的，我就没命了，是吧？开箱门 PK 来了。你别来这套，看看咱俩谁强。来，咱来这个一个歌曲接龙，什么意思？很简单，我唱一首歌，这首歌的最后一个字是你唱下一首歌的头一个字。哦。哎，大伙儿应该很明白这个规则啊。啊，这么的，哎，我有个小小的问题，你问什么意思？是怎么把脑袋也烧掉了是吗？不就是小时候玩那个歌曲吗？哎，顶针续麻啊！太简单了，谁先来？给你降低个难度，先别忙，可以音同字不同。就有那更没有难度了。瞧他这个模样，我先来，我出主意，我先来。行，让妇女和孩子先唱。好，那我不来了。合着呀，就是我先来，先来，听好了啊，听听，来就来一个好一些的，看看，啊、忐忑唱不了、啊，你让我唱坦克还差不多。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I don't want to see you anymore。你是在冲着我这样吗？我跟你说，我刚才差点就吐出来。我跟你说，你晚饭吃太多了啊！接哪个字儿？接沫是吗？别接沫干嘛呀？你是喝啤酒来了？这是爱那沫眼眼眼眼眼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So easy 呀、啊！我行啊！白白白，听我这个吧。白龙马，嘿嘿，蹄儿朝西，嘿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嘿嘿，你看这多弱智啊！唱儿歌来了，接嘿，接什么？接嘿，不是三白徒弟吗？别，我刚才唱了，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嘿，你看看。接嘿，你说气人不？嘿，嘿，我的天，来吧，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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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那双眼动扬，笑声更模样。粤语。对了，接羊羊。来，给我来一接嘿。羊羊不行，我就帮你挠挠。羊，我不用，我自己来。羊羊羊羊羊羊羊装虽然穿在身，蹦蹦蹦。你别跟我说是接蹦。答对了。天哪，咱能按套路出牌吗？你一直在套路里。接蹦，对了，哎呦我的天哪，行，有你的啊，蹦蹦蹦蹦，都笑差音儿了，这都，蹦，让你接蹦，没让你接黄豆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滚滚长江都是。人才呀、啊，爹！啊，蹦蹦蹦，滚滚长江，接下来了。行行行，接水，接水水。
水妞水妞，就这个妞都不唱完了是吗？就你甭管我唱的自尾，我爱唱到哪儿唱到哪儿。妞接妞接妞妞哎妞妞妞，我让你完了，你说你接哪个？你说妞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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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妞儿还在山坡，哎，得妞儿接儿接接儿，都给我接接儿，你这儿打不过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来，我接，我听。你接不了这个。接不了，没有儿子可爱开头的歌的，我说的，你行，你来接，我行啊，我听听，我行啊，什么歌？儿子，儿子，我是你爸爸。这，超便宜来了是吗？不是，这歌这么唱的呀？有你这样的吗？怎么有谁呀、啊？这谁这样啊？你大开箱子上来，然后接妞接儿，这唱这什么崩接黑，这是正常逻辑吗？这不这么来的吗？就比到这儿了吗？观众看你把我难为台上，难为死是吗？你这话看开箱看我自杀来了是吗？别放下屠刀，真不至于，因为这没刃儿，没有必要这样难为我，知道吗？我知道今天都是你们家包场，对吧？我那么多家大人，我觉得今天也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啊。怎么这样吧，我觉得啊，你在旁边就出任一个狡猾的角色，你知道吗？我没狡猾，现在你不用说话了，我这一直闭嘴，大王不得我待着吧，这么我自己演唱一个歌曲，我觉得缓和一下尴尬的局面。您我来一个《延禧攻略》的主题曲，来一首《雪落下的声音》。那、来个这个、哎。这个节目呢，我们两个人一起为您展现，一定是非常的完美。谢谢大家。有你什么事？又有你什么事儿？我跟您配合呀。我这唱单曲，你干什么？你来这雪落下咣一声啊？那是血吗？那落下不就成血了吗？这个你要干什么？不是我跟你配合，这是一个人独唱的歌曲。我知道，咱俩一块儿，我得配合你，你唱你的，我跳不好。你跳，嗯，那不就是旋转的煤气罐是吗？煤气罐自爆，砰的一下。干嘛自爆啊？谁把血炸下来了？谁家过年还不吃顿元宵啊？你这。那你能、你这样能飞起来吗？你我不一定能飞多高，你能跳是吗？能跳你好好跳、啊、肯定好好跳、啊、开箱咱们开好了，我完美的展示你的歌曲，真的吗？把你的歌词都体现出来，来回特别好，来回啊，我自己都美的优美的意境啊。轻轻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轻轻。我闭上了眼睛，求猴哥快快显灵。哪有这句啊？快来收服这只猪妖精。别唱了。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朋友，感谢大家、还都在。嗯，因为我是我们的，这算是二次出台。我们，这一宿没少挣啊。不是第二次走出舞台，哎，跟大伙再次的表演，嗯，确实感觉今天的人呐真是不少，很多，好家伙，楼上楼下啊，尤其还有地下室、我跟你说啊，一些您等会儿啊，地观众都笑岔音儿了，你这怎么能还有地下室的地下看不见吗？全都是地下室的，你都是你朋友吧？
都是来捧咱们的。真的假的？真的。今天这些位看谁来的呀？谁呀？看您呐。没有地下室的吧？这些位啊，哦，都是看您来的。没这么夸张。真的，你当真的听。什么叫当真的听啊？我认为是捧你来的。您一个人琢磨没用。真，那你说要不这么些位人看谁来的呀？看亲子、啊、爱徒、亲子也不一定是亲的呀。嗯，对不对？怎么谁上来都说这个呢？爱徒，爱徒确实、哦，您这不算爱徒了吗？哎，大伙捧我。郎鹤炎，郎老师，我您老师，德云社这么些徒弟当中，怎么样？郎鹤炎算是我师父郭德纲最宠幸的一个徒弟。别人来说没有这个机会，你知道吧？我把这机会让给您吧。啊，怎么能让给我呢？谁是我？怎么是最宠幸的呢？不，师父不最喜欢你吗？你拉倒吧，那叫宠爱。宠爱，对，宠幸，哎，差不多呀。我这可差多了啊。差哪儿啊？这宠爱宠幸，一个费心一个费力。给我师父累得大汗淋漓啊！您这还是宠幸啊！白天晚上，地动山摇啊！我师父拉着我手，别走，麻去！待会儿，麻去！行了行了，师父们可以休息了哈！别走，待会儿麻。我也不听这个，我没有这事儿，没有吗？没有。晚上说完相声几点了？十一二点，十一二点钟，师傅点他，嗯、郎岩来家里边来，什么叫点我呀？上家里边来教教你，啊、哦，眼神应该看哪儿？哎，手势怎么摆？对，腿再劈开点有，嗯、没有，怎么没有？没有劈腿这事儿。唱戏没有这个，云手。你看他腿劈我劈的好吧？都唱戏都教过这个。没有，我知道这一周我就不劈腿了。嗯。反正啊，他我跟你说，就是说不容易，哎，对不对？累得我师傅也不容易，对，真说汗。怎么这么别扭呢？你教你的教到几点？啊，是后半夜了，对不对？汗珠子掉床上，掉地上，掉地上摔八瓣地，对不对？地，嗯，榻榻米，我这，榻榻米干嘛呀？不是什么上师傅家推门就上炕是吗？我不问你的过程，因为是美，我们没有这个。反正您吧，啊，说相声来说，嗯，就是一部血泪史。怎么讲？有血有泪有屎。哎，多可恶呢！这不容易啊。真说良心话，人家、啊、来到这儿来说吧，人家看不见郭德纲，郭老师，对，也看不见于边，不是于谦、嗯。哎呀，于老师这名字真壮阳啊！啊，于谦、于老都看不见，嗯，看的都是这帮人，但是也卖力气给您演出。那可不嘛，对不对？也有些人觉得听相声来说。听德云社的也是一种时尚，对对，哎，对不对？带着朋友来听一听也不丢人，好啊。带着媳妇来看一看，两口子，对不对？或者带着朋友的媳妇来玩儿呗，哎，就是图一乐。您等等，冷静一下，有带朋友的，有带媳妇的，没有带朋友的媳妇的。你听听，我天哪！早知道我也在武汉定居了。不是这么多位呢，你还没有？你敢保证吗？当然了。那咱现场调查一下啊！啊，这么着啊，带着自个儿媳妇来的，举下手我看看。剩下都是别人媳妇啊！你们玩的也太开放了！我的天哪！不是，我说你能不能跟个 ？Oh my god！ 你买什么尬？有钱吗？你就买尬。尬的是啥呀？尬的就是嘎的。您先等会儿吧，您这没看清楚，刚才那大哥举手了。就那个大哥，我看着的，他刚举手，一看别人都没举，他就放下了。你做贼心虚呀你、啊？不要吹这些细节嘛。你怕什么？就是的，对不对？嗯、大哥，这是两口子吗？是两还点头还一个摇头的呢，啊？是吗？两口子没关系啊，是两口子就祝你们幸福。对，不是两口子祝你们平安。我。其实平安也是福啊，对，没关系，四个人好好过呗。你少说两句吧。怎么了？四个人了还好好过？没关系，来到这儿就是捧我们来的。哎，我认为来到这儿就是捧我，观众就是我的衣食父母。这话好，也就是他的爷爷奶奶。对，所以说没有。
怎么到我这儿我矬两辈儿的，都是来捧咱们来的，捧德云社，在这个舞台上必须要把自己的特点特色奉献给各位。张鹤伦你有什么特色呀？我拿我来说吧，嗯，我这人好唱。哦，他爱唱。哎，好的，那个我一猜就得喊唱一个、啊、确实，因为我这人好唱、嗯、你唱什么呢？年轻人来说唱什么？唱歌歌曲。哎，流行歌曲嘛，尤其作为我们这些九零后的孩子、嗯、对于流行歌曲来山呼海啸啊。哎呦，这还有一位考古的教授，你说看出你是一八九零后。别闹好不好？嗯，我是一七九零后，已经啊晚出了一百年。别闹了，你真的八零后。八零后遇什么呀？八零后对于大姐说那么老啊。我的天哪，八零后了，我七零后。哎呦宝贝儿，你可怎么办呢？我建国前的、啊、也是一七九零，确实是建国前。你看我们脚底还闻着那个反清复明的。那您撂下，我给你们脱了，你看看、啊、不不不，你看人脱鞋有什么劲啊？我也怀疑你们的品位了。他后背还闻着精忠报国呢。你看看，没有，我后背只有妇女之友。客户让你脱呢？谁客户啊？这今天我没说要钱，不是，我也没说免费啊。加钱看这玩意儿，你疯了？什么叫玩意儿啊？就是哈了一脱了一嘟了一块的，有什么的？我跟米其林似的。我估计他们要是让你脱，我估计顶多是为了看看你屁股上那个蓝戳。我合着我还是八戒是吧？对不对？是是是，来给大伙看看。来，没有，你那屁股上连蓝戳都没有。不要闹好不好？没检疫，你那是。观众是捧咱们来的，嗯，就是说咱们你观众热情，咱们得热情啊。是是，我的口号就是您给我一份爱，我还你一片情，对不对？那到了你脱的时候了啊！我们现在已经不止这个挣钱了，压根儿也没有。哎，就说没有。对，不是就说没有，就没有，对不对？嗯，咱不提过去的事儿。嗯，不是，我们没有过去。对，就是说现在是现在来说，我们在台上啊，就指着能耐挣钱。哎，靠本事。哎，用说把大伙逗乐了。对，不像有些人、嗯、是不是用身体来取悦各位？嗯，对。别勺到我啊！没有，就说那帮货们。对对，不一样。是，拿我来说吧，啊，年轻人喜欢唱歌啊，说了，咱靠唱，嗯，展现自己的特色。那你给我们唱一个吧。但是你和年龄段不同，他听的歌也不同，不一样吗？当然了，现在流行歌曲一般都是什么哒滋哒滋哒滋，都是这节奏的。哦，到那你看今天路过那广场，还听着这么一个、啊、什么呀？叫什么叫什么套马杆啊？怎么唱、啊？特别的悠扬啊！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清风，吹拂向远方。给我一个汉子，我用一个晚上。给我一把小皮鞭，叫我女王。别动手，知道吗？刚才刚系上。您呐，您等会儿，我这什么这是？我问你，这哪个广场啊？哪，就那个广场。哪个广场能唱这歌？您听，这大妈唱给汉子用一个晚上。那用几个晚上？不是用几个晚上？那几个汉子？不，那还是聊了几个晚上的事儿吧。那你说什么？不是说什么，您唱的不对呀。哪句不对呀？您后两句都不对，原词儿您听了吗？原词怎么唱的？乌兰托亚是怎么唱的？谁托呀？什么谁托呀？乌兰托亚，乌兰是谁？乌兰是个大妈。
他妈唱的哪儿的事儿去了？来，我就一走一过听这么一段，您听真着了，这听这么一段，因为现在都是这节奏，年轻人喜欢啊，嗯，对不对？你拿那零零后来说，人现在听什么歌？听什么呀？听什么 TFBOY？ 啊、哦，什么 TFBOY？ 就 TFBOY， 看我的口型 TFBOY。下回把区咽了再说啊。TFBOY， 你有病啊？嘴里能吃那个吗 ？TFBOYS， 对对对 ，TFBOYS。行行，咬半截儿。羡慕人家、啊、特别火，三个小男孩，嗯，唱的歌青春的。啊、你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哎，你都这范儿的，对不对？借机会超便宜，你这是怎么着？超便宜呢？多新鲜，谁爱你？那年轻人嘛，朝气蓬勃的感觉啊、嗯。但话说回来，这我岁数差点，是毕竟我九零后的嘛。少说，哎，不理你们，自己玩得很开心。我跟你说，九零神经病这不是？九零后听什么呀？听南山南。哦，对，五环之歌，你疯了。这歌都唱碎了你也听五环之歌？好，那都我们上厕所都听的、啊、那样能那个方便的快点啊、哦、是是是，那确实得五环、啊、确实人家五环，人小岳岳特别火呀、啊、咱不能唱人家的歌、嗯、对不对啊？行了行了，你们谁踩你前列腺上了？前列腺出这声吗？嗯，是在那儿听的歌吗？不能，就是人家也是特别的火，嗯，对不对？你要像什么南山南刚才说这种啊，什么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南山南，北海北，北海有你美。我告诉你少来这个啊，你这辈子你袋儿也系不上。以后你别给我闹啊，有谁妹呀、啊、得有一个造型嘛。没有这个，你妹不总上北海玩去吗？没有，那是你妹夫，那是老哼哼这歌，没听说哼哼这歌，老唱这种歌不像话。他们这九零后的嘛，嗯，都唱这种歌。这九零后还听什么什么那个李荣浩，对不对？如果能重来，我要学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后悔，没那么多人在。如果能重来，我要学李白。感觉啊，就是蛆上身了，这是蛆是这样。哎呀，能不能聊天了？还待会儿赶紧找一份吧啊！哎，年轻人，八零后的人听的就不是这种了啊！像您这个年龄，对了，八零后当年我们听的什么、嗯《凤凰传奇》？好吧，什么叫你们都是七零后的？谁说的呀？当年我们听的时候正上瘾的时候，哦、过瘾。对对，我在仰望、啊、月亮之上。特别的好听的啊，上吊时候唱的，好听好多歌呢。还《狼的诱惑》听过吗？谁没听过？我姓狼，能没听过《狼的诱惑》吗？就你出去招人去是吧？没有没有没有，你说那是区的夜店，那是。区的夜店得什么样呢？苍蝇是客户，那是。区的夜店蹦迪得怎么蹦的？叮叮叮叮叮！哎呀，哎，给我摇起来！别摇起来了。我的天哪，别摇起来，待会儿翔就出来了、啊、一会儿出来。对，我跟你说，谁说他了？不是那个何翔吗？嗯，他吃呢、嗯、就是咱说哪个了？狼的诱惑这你会吗？会呀、啊、你要会来一回啊。谁来？咱俩学人一会儿啊。咱俩配合。对，我来这主唱，你来这副唱啊。副唱对对对，他老是配，给这配着音配着乐那个啊。我知道，伴乐，对不对？好像唱情歌，哟哟，最美的烟火，嘿嘿，在城市中漂泊。Come on， 我的爱为心颤抖。Yeah, yeah, 曾经多少风雨中，我爱上了寂寞。嘿，凝望夜的星空。嘿，
枯萎了所有，是狼给的诱惑。嗯呐，风干了寂寞，咋的？渴望的天空，干啥呀？是我的所有。扯犊子！我一拳打你个不孕不育，你信吗？有功夫你还是把袋儿系上吧。什么叫扯犊子呀？这多接地气呀、啊！这 你好好流行音乐，让你整成这样。大妈一起唱，大妈跟那话，一个扯犊子嘛。别，大爷干嘛？别闹了，人家现在的这种音乐不是像你想的那种，不是那会儿的吗？真正咱台底下好多年轻人去夜店，人家都感受过。您也去过夜店？著名的夜店 7-Eleven。哦，到那儿你先回来，先回来。就是咱平汤啊，先回来。咱也不在乎、啊。行了，还有拉倒吧。7-Eleven， 那是夜店吗？那是24小时的超市啊。来。夜里开的店，夜里开的店就夜店啊，那太平间还是旗舰店呢？怎么想家了？找蛆去、啊！你快去吧，地下室召唤你呢。哪儿的事儿去了？都喊来呀、啊，来看着呀！没有这个。你真正夜店您都不知道、啊、咱能不知道吗？到夜店里边那都是灯丝当丝当丝灯丝，对不对？嗯，这那个 DJ 搓碟、哦、搓碟打着碟，戴着大耳麦，穿着 T 恤衫、嗯、对不对？打着碟搓着碟的反正这个雷森这他妈娘们们一块给我摇起来，跟着我的节奏，伸手，跺跺脚，跺跺脚，扭扭腰，扭，好尴尬呀！是不是把广场搬到夜店里去了？哪个 DJ 喊娘们们摇起来？伸手跺脚，第八套广播体操啊！那夜店怎么跳？夜店跳不跳的劲歌热舞？我知道，刚才区内不来过了吗？叮叮叮，没有那个。那早吊销执照了，那个就快点呗，对不对？好家伙的，小区区快点跳，跟着节奏噔噔噔噔。对对对，那充电充过了那是。不好来、嗯、夜店咱真知道啊，一般那个什么老外大地这种播放那个死亡金属、摇滚金属、重金属那种音乐，外国人。对了，哦、黑人音乐、哦，还黑人的。哟哟哟哟，在那桃花盛开的地啊，搓碟啊，这个别唱了。啊，搓碟还啊！你吃脚后跟了是怎么了？谁他妈吃脚后跟啊？哪儿？这是黑人音乐。对呀、啊，不，这人是不是在工地里晒黑了唱的？黑人范儿，外国人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外国人唱什么呀？乡村音乐呀、啊！乡村音乐是这音乐吗？乡村音乐，乡村音乐。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这是东北乡村音乐。换一个行不行？换什么呀？换港版的。我的老家就在这个桶，我是这个桶里头生呀，我村子不长大，有山有水有树浪，让你乡群真很哦，老少爷们更好说。都会啊，都会啊。你是一个广东和东北的混血是吧？不要这么说人家好吗？啊，您这叫什么呀？会的多，会的多，来好的，还好的呀？哎，来好的，来好的吧。我心目当中的偶像谁呀？周杰伦。哦，这我们也认可，对不对？对对对，小天王啊，是巨星了，巨星啊。当然了，他唱歌就是永远给你一种猜的感觉啊。什么？你永远都猜他唱了什么词儿？有吗？就周杰伦唱歌永远就是有点那种不在乎的感觉，上台。不是，这怎么又是流氓区呢？这是，这嘴还歪的，这咱别闹行不行？流氓区是这样。哎呀呀，麻呀，小妞儿呀！行了，小区区麻呀！哎呀，不要再欺负人了。小妞区，小妞区，小区妞。
那是妞小区啊，妞小，我说什么了不？这小区全是妞是吧？没有这个，没有这流氓不一样。是是，人周杰伦那种不在好像颓废，永远没有正式的时候。哦，这哦，哦，不错。谁搭理你了？人家的口头禅。哦，不错。哦，哎，屌爆了。不是谁屌爆了？什么叫谁屌爆了？那刚才问不错屌爆了谁呀？人家的口头禅哦不错屌爆了，不是说乐嘉。我跟你说，以后赶紧找找吧啊！对不对？人哦不错屌爆了，感觉孤单的梦的不得很不得比巴人，在无言的下一瞬间，这么多年你在途中间，明知被我的誓言，我的眼睛找你陌生爱的脸，你自尊真空接着谁的中间，你这种地就属于我的那面，是不是这就是屈屌爆了。来，哎，你别笑，嘲笑我行吗？我你猜我上什么词儿？嗯，你要知道什么词儿，送你一部 iPhone 六。我给你6S Plus， 你告诉我你唱的是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这也这么硬气呀、啊？干嘛嘲笑人家？本来吧，您这太浮夸了。他的词儿，你永远有种猜的感觉。不至于，不至于。嗯，但是他有一首歌 啊，叫《烟花易冷》。我也听过，大伙都听过这个。啊，他一唱歌，那歌不错啊。啊，雨纷纷，秋谷里草木生，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野村，石板上回荡的是我们。句句都很清楚啊。头一句听清了吗？听清了。雨纷纷，秋裤里草木生，雨纷纷，秋裤里草木生，都滋出来了，一根一根的，我的天哪。你是不是想起扎塔李天王来了？他都说了秋裤里草木生，长草了。谁呀？谁说秋裤里？秋裤里三年没洗呀、啊！您都还拘出数来了，就得长出来。不是秋裤里，这两个山药似的。行了，旧故里，这没有韩语，怎么还有韩语呢？多咱说韩语，你不旧故里怎么生？啊？旧故里怎么生？你不生？旧故里怎么生？韩语吗？哎，失败了，可能旧故里不是不的。骂街，哎，谁骂街了？这是一种澎湃的心情，这是说什么？别骂街，韩语咱可懂，别骂街行吗？懂什么呀？韩语，韩语咱真的咱懂，真的假的？当然了，咱唱过韩国歌，能不懂吗？您还唱过韩国歌？呵呵，我天哪！呵呵，哎，是是，您哪？您来，我们听听韩国歌，嗯，来一首韩语的啊，别欺负我们啊。I believe good beauty of China.我别论摘了就看不出新买的苦都掀开那苦那人也伤心一根就是马路边买了便宜的地摊货这唱的还真好啊就这么抒情啊那您给我们翻译翻译这唱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我跟你说啊您这蒙我们来了咱能不知道吗那您翻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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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真要听吗什么意思说的是有一个人叫比利啊比利呢买了一条裤子知道吗然后比利买了一条裤子别人就问他哎比利这个裤子标签用摘吗比利说可别动摘了就看不出来新买的啊裤兜的线开了裤子拉链也生锈一看就是马路边买的便宜的地摊货你刚才唱的是这个是啊再来一遍我们听听你看啊 Happily 哭的表情有这么可别动摘了就看不出新买的
苦都掀开那苦辣脸也上锈了，一看就是马路边卖的便宜的地摊货。就这么惊悚，你是不是给那个背带秋裤做代言呢？这什么叫给背带秋裤啊？这干嘛呢？这中国字儿外国味儿啊！这是咱创的哦。这您还真能编撰。确实啊，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人就爱编个小歌小曲小调的。还有什么吗？代表作呀，叫妹妹来看我。哦，这首是我的成名作。听着像是搞对象的。对对对，还真知道啊。有哪位男朋友啊，你要是单身的话，你把这歌学会了，肯定会更单身的，是吧？这叫什么话？不是不是，能找着，能找着，能找着男朋友。对，我就没办法好好说，找女的，能找女朋友。嗯，来一段妹妹来看我，大伙听一听啊。特别，这还有副导演在下边。行，这唱的怎么样啊？好的，唱第二段。要脸吗你？你刚才说的再来一段。哪儿啊？人家是捧您前面的。就是的，嗯啊，我一唱歌你可回来了，唱这段来了啊。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从那小路来，小路上面的毒蛇多，我怕咬了妹妹的脚。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坐那飞机来，飞机上面的大款多，我怕妹妹跟他们过。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来到德云社，德云社里的流氓多，流氓头子他姓郭。别唱了。